我们都到了啊，然后出来抽烟，有倩哥啊，高小倩啊，倩哥的徒弟，大家好啊，还有雷霆瑞哥，我们几个人在交流这个直播的一些心得，还有一些自己的感受。这个百万很帅的哟，没有没有，现实生活当中很帅的，很矮，我和帅的，我和任何人站在一起都大。大超你看都比我高，就高小倩比我，哎，你不要，你把脚，你把脚，你上次也是这样，我讹你啊，那我们垫，我们都垫脚的呀。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做呗，今晚上陪我吗？老哥，今晚上我就，今晚上你归我了啊，都可以，大家一起吧，大家一起啊，聊聊直播呀，刚刚不拍的时候大家聊得嗨得很。一拍大家就没有话说了，直播的时候还有点话，现在当中我不知道咋内向，把一天话所有的话都说完了，不知道说啥了，是吧？就是跟自己父母跟自己儿女都没词儿，我是这样的啊。那你给嫂子，比如说你下播嫂子找你聊天，你是什么态度？我就你看啊，我姑娘说爸爸那个陪我玩一会儿，我说啊行，完他搁他玩他的，完我坐跟前看，我有些时候我也不理解，我说我咋变这样呢？我难道说是我节奏快呀，还是说这网络当中累心呢？我也说不好自己，就是特别烦。就是把话发都说完了。那瑞哥下播以后是什么感觉？下播是一句话不想说。嫂子，都这样啊？他找我说话，我就说你让我休息一下嘛。那可不，老头多累了。对对对，老头眼睛都睁不开了现在。啊。所以说多少沾点甲亢啊，那都开玩笑开玩笑、对对对，那好，这个视频又混到一个视频，就到这里拜拜拜拜。